前一点点好吗？不好意思。好，那我们现在请 Drummond London 的爱好者，今天的特别嘉宾邱泽，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左到右环视一下？请工作人员也帮忙递上这一次的重点商品 Drummond London 英国鲤鱼小芳兰香氛。大家知道英国鲤鱼小芳兰，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英国诗人的一首美丽诗歌《秋颂》，而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男神邱泽莅临现场。哇，现在这个现场的气氛可以再拍一部，叫做《是谁先爱上他的枝》。是我每一个人的热烈眼神，然后还有当大家恋爱时。好，我们再麻烦邱泽可以先从左边开始，我们先看上所有的摄影机还有手机。今天谢谢大家的出席，非常的热烈。好，麻烦一下中间，谢谢。再请邱泽看上右方好吗？右方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也有手机捕捉着男生邱泽的画面。今天是锦上添花，我们邀请到男生邱泽一起探索英国鲤鱼小芳兰花园，现在更像一个幻境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递上麦克风，请 Drummond London 的品牌好朋友邱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泽。刚才邱泽应该有感受到大家热烈的眼神，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 Drummond London 的邀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来让大家知道有这么英伦气息，然后这么优雅的一个品牌，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谢谢。是今天的花园开幕，可以邀请到邱泽，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么现在也麻烦工作人员可以收起麦克风，我要再度邀请品牌长官和邱泽一起完成开幕仪式。首先再度邀请 Drummond London 品牌总经理 May， 欢迎 May。以及雅诗兰黛集团的通路营运业务总经理 Mandy。Last but not least， 搜狗中商店店长黎吉明先生，欢迎。好，我们现在也请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摄影大哥可以捕捉这个画面。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各位长官以及邱泽今天的莅临，为大家开幕英国鲤鱼小芳兰花园的开幕仪式。中间开始看起好吗？谢谢。英国鲤鱼小芳兰香氛，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乡民爱戴喜欢，就是因为它不分男女，没有任何性别的差异，而且它非常的百搭，无论你的性格或者是今天的穿搭都非常的匹配。好，那我们再麻烦所有的朋友们看向左边，谢谢。像这一次的缎带，我们要进行开幕仪式。谢谢，现在长官以及车子拿着就是 Drummond London 的开幕仪式缎带。我们也请所有的媒体朋友还有摄影大哥帮忙捕捉这个画面。现在就是 Drummond London 英国鲤鱼小芳兰花园幻境的开幕，现在也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可以帮忙捕捉这个精彩的大合照，谢谢。麻烦所有的长官还有车子先从左方开始看起，我们稍后由左回到中间，再看向右方左方。
让所有的媒体朋友还有摄影机捕捉。好，再麻烦大家拍上中间好吗？中间，谢谢。中华龙伦敦特别设置的这个如同幻境一般的花园，是以超现实当作灵感。稍后大家也都可以扫一下 QR code 感受互动的模式，在中间，不好意思，中间下方，我们再一次。好，请问右方的媒体朋友们也都有捕捉到画面了吗？右方，再麻烦。感谢今天所有的长官还有周泽为大家一起来进行了英国丽日小太阳花园的正式开幕，感谢。我现在也请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感谢，谢谢长官，谢谢周泽。你喜欢泡汤的女生？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味道的女生呢？是吗？邱泽回应为宁肥温三字没说死，被说金钟一珠随缘看待。邱泽为香水品牌开幕站台。平常是有喜欢闻香水的人吗？喜欢，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味道可以转换不同的心情。有一些角色确实也会，我会挑一款它的味道来帮自己跟那个角色建立一些连结性。会有人曾经说很喜欢你身上的味道吗？喜欢我身上的味道吗？没有这么直接说过。哎，那很香哦，会不会很奇怪？你喜欢泡汤的女生？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味道的女生呢？英国梨跟小苍兰。是吗？哎，刚真正要讲。你喜欢我什么？你有肉咖啦，阿哥，胖胖啊。其实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我说，他到底是胖胖，到底是怎么样胖胖？我说，其实正在拍戏的当下，你很难真的注意到这么多细节。他最近还有金钟奖呢，就有评审说你是遗珠。我觉得奖项的事情也是随缘嘛。对我来说，你唯一能够尽力的就是拍摄的那个当下，能不能入围或者是能不能得奖，对我来说像是礼物。那礼物给你的你会很开心，但是人家没有给你礼物，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子觉得有所抱怨。很有对。期待啊，台北电影节也很期待，台北电影节会先到，到时候再麻烦大家帮忙加油打气一下。至于和徐元宁一直被传假戏真做，我觉得交朋友事情随缘吧，谢谢大家的关心。这吓到我。我会送一罐香水给他。所以你觉得他适合什么？这个英国梨。Thank you.